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摩天宫的比赛吧，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摩天宫了。关家方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盘丝，摩天宫在家咒师不妥的一个咒法阵容啊，没有带武装冠，选择带的是女儿盘丝。盘丝的话，守身能力比较强啊，尤其是配合紧箍咒的时候，那效果更不错。那对面选择上的是大唐加咒师的女儿国标，对战方风阵也是被关良方虎阵大克了10%啊。开场第一回合，关良方选择风特技，点一手对面的大唐官府，压制一下对面的点杀能力啊。恶报没死了，岁月强控，还是想继续压对面的大同官府吗？紧箍咒已经开始套了，解开金刚护体，拉上对面能不能把野兽加上？对啊，加上野兽。雷霆万钧，4500、3800、2300，还是有点威力的。每个人都有电盟。摩天宫的话，它输出其实一直都不差，它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手短嘛，手太短，秒三个，总感觉也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啊。你说它是个点杀吧，它不是；你说它是个面伤吧，呵呵。秒三啊，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短板。连心剑意开启，但很多小伙伴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一个门派了。摩天宫有自己的市场，压住大唐紧箍咒，护一下大唐还得死，不过对面可以强拉，强拉起来不耽误他横扫千军，也可以顺势点一下还阳术拉起来。还阳术拉起来你还点个什么劲儿啊？嗯，对面也是知道，因为剑会啊，他是提前可以知道阵容的。那对战方也是把自己地府的速度调得快过了自己的化身死啊，让地府去占一个速度位，这样的话可以防止关良方的禁疗什么的比较好。那这一波对面还是点过来了，但你还阳术拉的你点什么呀你？你小死亡我就不说了啊，你是还阳术呀。哎，哪怕你用龟速宝宝拉起来也不耽误他横扫千军，毕竟出青石了嘛。一把嘻嘻哈哈的点杀，轻轻放出来，落花成泥，再控一下女儿村，卡个大金，活一口6200，紧箍咒套上，雷霆万钧有罗汉了，秒不太动了，人家也是有单秒技能的，风雷运动嘛，也是有单秒技能。
也把金刚拉上。小林藏刀，光辉补一补，再招。继续给金辽，紧箍咒加金辽，这一波观亮荒的点杀能力还是不错的，打了5300相生相灭，摩天宫应该能秒个4000多吧，差不多。嗯，直接秒了5300，对这方女儿村也得注意一下，这女儿村别一会儿也扛不住了。现在就是比较难受啊，就对面女儿村还是该金青呢还是该罗汉，金青罗汉都需要。拉起来给一个管御令，然后化身死去活血，应该是这么一个操作吧。观亮荒守住了，对面是有金青的，哎呦，这化身寺活血肯定活歪了，对面是想这么配合一下来给大唐活满血，活歪了，被关大荒一个虚弥换的啊。这样反过头来对面女儿村也没有了，对面又断掉了一个愤怒点，不过女儿村有一速她可以偷救，这个是可以的，她可以去偷个救，然后再来一把金青。可能问题还是出在大唐身上了，有禁疗有紧箍咒，大唐不太好站起来，咬个铃铛。雷霆万钧，地府也没了，哎，卡了个大金，没问题，两个禁疗倒地，摇飞了一个宝宝，再换赌一口，这怎么拉人呀，观亮荒也摇了个铃铛，再给笑礼，就是不让对面放特技雷霆万钧，哟，7000多啊！看着那地上的闪电，他就有点疼。观亮荒铃铛摇的也不错啊，也是摇跑了一个宝宝。对面女儿直接喝酒，先来一把金青解解馋，化身色反手奶一下自己的女儿村就可以。
他选择了慈恒，在校化身四小死亡挂重来点一手，对面化身四是不是金青了呀？不是，卡的五龙针，解开咒师，对面先要点一手啊！对面是慈航思路啊，我以为金青呢，想先点一个试一试了，1000、1900、5500，这一下暗爆了，相生相灭，砸了个2000出甲，双杀，应该是三杀。这一波没点死的话，这一波没点死，对面这没了呀。虎头加大克啊，这摩天宫的输出也确实高，加成就给到位了。再来一把苍灵血雨，继续给化身寺进疗。地烈火，强行冲一下，换一个地听，照万象，人物倒地啊，下滑到了宝宝身上。放弃了，完全打不了啊。紧箍咒跟摩天宫都挺凶的啊，这场比赛。